大家好，欢迎看股市罗宾看，我是罗宾。好啦，今天的台北股市又改写历史新高的记录，最高来到22094。坦白讲，这个数字啊，也不用太在意啊，免去个记啦。为什么？哎，可能过两天它又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创高就是多头。今天不止集中市场创高，就连柜买指数这连续几天下来，也是连续在改写从2000年千禧年以来的所谓的新高的一个记录，代表双市都在创新高。那创高呢，当然就是多头嘛，对不对？只不过对于很多的投资朋友来讲，好像啊看着行情在创新高啊，心里头好像又有那么一点失落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啊？行情在创新高啊，可是啊摸摸口袋。啊，怎么发现啊空空呢？哦，发现空空了，不要说创新高了，不要说你的财富也创新高了，发现怎么哎口袋也没有饱饱的，那是为什么？好，那是为什么？哦，我说过了嘛，很多投资朋友，如果你当时在低档，你没有好好把握，随着行情越涨越高，越涨越高，很多人怎么样？反而啊不晓得该怎么做了。其实你想想看。在去年封关之前，在4个月前，当时金兔年要封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各位，我说来年金龙年绝对是怎么样，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年，你不要预设立场，有没有？欢迎你回去看当时的视频。到目前为止，双市不断地改写新高纪录，有没有在我们的预期里面？只不过我说过了嘛，这4个月以来，你到底赚了吗？你是大赚小赚，还是根本没赚？这很重要哦，所以很多人来到这个位置，如果你大赚，我当然恭喜各位嘛。啊，如果没有嘞，没有，很多人现在都不晓得该怎么办了。为什么？啊，看到行情在涨啊，心好痒啊，手也痒，反正全身都痒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我这个时候来追，我这个时候来买啊，我又很怕干嘛？啊，我会不会是最后一只老鼠啊？啊，会不会这里是高点呢？啊，如果这个时候进来啊，刚好行情倒转。啊，我们刚刚套在最高点，历史高点，啊，那个单瓦固，像好比当时被套在12682的人，等了几年，等了30年了，哇，被欲哭无泪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大家其实你的疑虑我也都知道。那我想今天节目的一开始，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啊，什么好消息？我认为行情当然短线，毕竟涨了4000多点了嘛，好，所以来到这个位置，一定会上下的震荡。类股一定会快速的轮动，这在所难免。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，我认为对多头行进的这些有利因素都还没有改变，所以我认为后续这个行情还没走完，时间拉长，这个行情还有待涨的空间。啊，你说，啊，你凭什么这样讲？好，我就告诉各位我的看法。第一个，我们从美股的表现来看，美股今年要选总统，你认为拜登会让他崩盘吗？不可能。对不对？我不敢讲连续的创高了，但不可能崩盘嘛。那既然不可能崩盘，那至少做头的疑虑会大大的减低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，我们就资金面来讲，当然讲到资金面，大家一定会讨论，哇 ，FED 到底要降息，要不要升息了？那我说过，现在在开会嘛。好，那今天晚上，鲍尔又要出来讲话了，他要告诉你什么？他要告诉你啊，对美股的哈，这个美国的景气的一个看法，最重要的要干嘛？要公布点阵图啦，3个月公布一次的点阵图又来了啊！点阵图要干嘛？点阵图就是会告诉你，那，接着下来他到底要不要降息？今年还要再降几次？明年要降几次？你可以从这里面去看出一些端倪。好，那在这个点阵图没有公布之前，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，今年降不降？今年降几次？坦白讲，我认为倒也不是那么的重要。当然会降最好嘛，但越降多次当然是最好嘛。但是纵使只降一次两次，甚至都不降，我认为对长线的趋势来讲，也没有真的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了。因为毕竟你现在5%的利率，你说还能够再升吗？你不降难道还要再往上升吗？当然有人会讲说，哎呀，还会再升 FED， 人家官员都讲说会再升。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，他们之所以讲是要打压股市，他们不可能升了。为什么啊？已经在 5% 的利率，你要升什么了？有什么条件让他升了？你说他通膨没有降呢？通膨没有降没有错，没有到他的目标了，他的目标 2% 了，现在 3.多啊，3.多，你认为已经 5% 的利率他还要再升？当时他为什么要升息？通膨在9%了，
利率在 0.5 了，通膨 9% 利率在 0.5， 我当然升息哦，不升我要干嘛？现在是利率在 5%， 通膨在 3% 了，你还要再升息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了，既然不会再升息，既然不会再升息，至少因为股市里头最怕的就是收缩资金嘛，因为资金是股市的动能，你把动能都收掉了，那我股市怎么涨？但至少你现在不管降也好不降也好，降当然最好嘛，因为动能增加嘛，你不降至少你不会把资金给抽走嘛，那我现在的这些动能我就够了，我还可以再往上推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讲的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升息了，不可能升息了，没有那个条件了，未来只是在某个时点它什么时候开始降的一个好差别，只差在这里而已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你认为对长线的股市它有没有发展，有没有正向的一个帮助？当然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讲完了美股，讲完了资金面，我们再回过头最重要的基本面，因为毕竟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嘛。那景气如何？我这样说好了，可能有在注意总体面的一个朋友应该也发现到了，就台湾来讲，刚刚公布的四月份国发会刚刚公布，对不对？最新的景气对策灯号，什么灯？不是什么蓝灯哦，啊，不是什么黄蓝灯，也不是什么绿灯哦，居然亮出什么灯？黄红灯啊！景气对策灯号34分，创下26个月以来的新高，同时也是第二个月在30分以上，30分以上就是黄红灯啊！这叫景气怎么样？哎，景气有点稍微过热了一点、啊、但是这代表景气怎么样？景气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景气很好，啊，你认为股市要反转走空头？你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吗？好了，当然我这样讲，一定会有人告诉我：啊，今嘛，你看你讲是四月份呢，啊，今嘛6月份了呢，啊，纵使景气四月份是在高点的一个位置啊，有没有可能刚好是最高点？会不会四月份就是一个反转点？接着下来5月、6月就要往下走了。好，你的疑虑我不是没有考虑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假设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假设，现在四月份这个高点就是今年的高点，但是按照过去台股跟景气的高点，就台股的高点跟景气的高点，通常平均下来会有5到6个月的时间落差，也就是股市会落后大概怎么样？大概落后5到6个月见到高点。好，那重点来喽。如果你担心四月份的景气对后正好34分呢、啊，它是一个高点的话，那纵使它成立，可是台股的高点会比景气的高点会落后大概5到6个月，那这样照照说，台股的高点也会出现在9月、10月啊。啊，现在才6月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所以呢，就告诉你，就一开始告诉你，我说我告诉你的好消息是什么？这个行情还没走完呢，啊，这个行情还没有走完呢，所以前面不管你有没有大赚，我说过了嘛，涨了4000点的你大赚，我恭喜各位嘛。如果没有，好消息就是后面还有行情啊，后面还有行情啊，但是还是回归那个重点。啊，纵使后面还有行情啊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怎么做？如果前面你是大赚的，你就后面我按照我过去的方式来做，当然可以啊。你前面大赚了嘛，你已经成功了，他们你就按照成功的方式继续做，一定不会错嘛。但是重点我说过，多数人随着行情的创高，摸摸口袋，看看自己心里的状况，好像都没有那么好哎，口袋是空的，心情没送。对不对？只看到行情在涨啊，我的财富没有创新高，很多人心情是不愉快的。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啊，你前面按照你过去的方法你就没赚到，你说啊，接下来假设啦还有一个4000点啊，你前面这个4000点你都没赚到，用你现在的方法都没赚到，你说后面这个4000点用你的方法能够继续赚啊，就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反败为胜？你别想太多了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了。你不要不服气，不信你试试看，还是说你要痛定思痛，去思考一下啊，我到底啊，人家有些人就大赚啊，啊，为什么我赚不到？
这一定有某个环节某个问题出了哈，一定有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嘛。好，那我说过近期你看端午节三天，我是不是我告我说我要做一些研究报告，好，那我也让大家，我开放让大家来做咨询，我也都亲自一一的来解答大家。好，当时有做询问的，我相信你也都得到我的解答了。那重点在经过了这么多投资朋友的询问之后，我发现大家的问题不外乎是什么，不外乎就是方法不对了，不外乎就是方法不对了。什么叫方法不对？我这样说好了，做股票你要怎么样能够赚钱？买对股票嘛，对不对？你买到标股，哇，买到妖股，哦，钞票都数不完了，数到手都抽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问各位，那好股标股你怎么买？妖股你怎么买？你说那还不容易，看现在股票，对不对？哪个股票正在飙，哪个股票正在冲，那就是妖股，那就是标股啊。如果这个时候所有的专家权威名师都告诉你，哇，它有多好有多好，那就对了嘛，那它就是好股票嘛。你的做法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按照你过去这四千点，太久我就不讲了啦，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四千点过去了，你怎么做？你怎么选股了？讲穿了就这样了，你按他选股了，你的股票都怎么选了？你怎么买了？你一定去看，要不有就听消息嘛，啊，我的跨步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要不然就看，哎，啊，哪个网红啦，啊，哪个啊，这个专家啦、权威啦、名师啦，他们推荐什么股票，对不对？那我说过，你看了那么多节目，你也都知道嘛，报纸报的，消息听的，特别是那些专家、权威、名师、名嘴加上网红。他们告诉你的一定是盘面上目前正在涨，而且是涨得最凶的，不管是族群也好，不管是股票也好。那你说他们讲的有没有错？我说一点都没错。啊，正在涨的股票怎么会错？啊，如果讲错怎么会涨？对不对？正在涨的股票一定没有错，它就是标股，它就是妖股，它就是好股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一再跟各位讲的，啊，已经涨上来的股票了，你比起人家在低档买进的，你这个时候来追，你成本差人家多少？啊，你成本比人家高那么多，你的风险会比人家高很多。啊，你成本又高，你风险又高，你敢重压吗？啊，如果你不敢重压，纵使它在涨，你能够赚到大钱吗？你一定赚不到嘛！你问导游，你赚加菜金，你赚零用钱而已嘛，不是这个样子吗？这是多数人所面对的问题。你们的选股都是看怎么样？目前谁在涨最凶？那谁最多人在讲，你们就去买它嘛。那我说不是股票的问题，他们都是好股票，但是如果说你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，你一定赚不到大钱，甚至你还会赔大钱。你不服气，我就举个例子嘛，这个股票是不是当时是叱咤风云的股票，叫华城啊，华城也好，中心电也好，四电也好，这叫什么重电三雄。重电三雄有没有曾经叱咤风云？你自己看嘛，几口气的啊，龟壳屁也在华城呢，从不到100块涨到988块，涨了将近10倍啊！啊，股票不好吗？啊，趋势不对吗？都没有问题啊，股票不好怎么会涨？啊，趋势不对怎么会涨？而且我说过，台湾缺不缺电？当然，官方已经告诉你不缺电了。连黄仁勋都觉得台湾未来发展 AI 可能电力是一个大问题。黄仁勋会这样讲，你说台湾缺不缺电？好，这政策问题我不去多讲。那如果未来缺电是一个好问题，那你说重电是不是趋势？当然是。既然股票也对了，趋势也对了，照说我买它应该万无一失啊，应该对吧？温达达啊，哦，温达达不？我请问一下，你也可以买点九八八嘞，卖光买九八八啦，你只要买在九字头了，你只要买在九字头了。今天收盘多少？今天收盘788了，今天收盘七字头，更不要讲前一段时间还跌到六字头，最低跌到671，从九字头跌到六字头，你别考了没白晒哦，别让他叹气。那你说股票不好吗？好啊，啊，有没有一堆人在讲？有啊，你看四月那个时候在涨电价的时候，重电三雄多少人在讲？现在是不是全部闭嘴了？是不是全部都闭嘴了？啊，你说股票不好吗？当然好啊，问题是方法不对嘛。
当时我就跟你讲一样哦，我不是事后放马后炮哦，我没有事后炮，你有兴趣你回去看看当时四月份我怎么告诉你的。我的重电三雄不是不好，你不要在大家都在追的时候你去买，你等到未来拉回的时候没人讲你再来买。我有没有讲？回去看视频，回去看我过去的视频。好，当时大家在追重电三雄，大家都在追功歌功颂德的时候你去买，九字头跌到六字头一样嘛，九字头大家追，大家告诉你它有多好，不要说到六字头了，从八字头开始就没有人讲了啦，八字头七字头六字头你等到拉回没有人讲你来布局，我也不要说你买在最低点六字头了，别说买在六七一了，我就算你买在七字头好不好，就算你拉回的时候你在七字头开始买进好不好，今天七八八了，已经几乎要进到八字头了啦，你有哪一个会赔钱？你有哪一个会赚不到了？你跟我听，反倒是当时大家在追重电三雄的时候，来四月份我在干嘛？四月份我在带你买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对，我都讲了一个多月了。升达科、低轨卫星，有没有？我四月十八、四月十九，从这个时候我连续的买进，当时大家在抢重电三雄。我在买升达科，我请问各位，170、180的升达科，谁在跟你抢？有谁在跟你讲升达科低轨卫星可以买？当时我告诉你他可以买，你还不信呢？因为没人在讲赚钱，就跟你在讲你啊，是不是低轨卫星？对不？这敢未起？啊，跟你在讲你啊，啊个股票个没起，啊到那边来掉你家嘞？那我说过，我对。我罗文斌是对是错，我不强调一天两天就看到答案，但是你一个月两个月你回头看，你再来看看我罗文斌讲的对或错一样啊，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，当时你去追重电的，你今天解套没？你今天解套没？你自己最清楚，你跟我在这里买进升达科的170、180的，你到现在哪一个没有大赚？今天升达科多少？今天升达科最高来到313了，今天收盘也多少？今天收盘289了。啊，我几块钱带你买的，我170、180带你买的。我不是跟你讲的，我今天不是事后放马后炮、欸、同样的还有什么？细微是不是？我的这档会复制升达科的模式，大家都在讲 AI。啊，我带你买的 AI 是这个了。我在300块出头带你买的细微有没有？谁在跟你讲细微？当时细微利多还没有出来，我说过他的一个 AI 的啊 bias AI 有没有 AI bias 要出货给微软，当时利多还没有出来，300块没有人在跟你抢、啊、后来涨到了快400块，利多出来了，是不是大家开始告诉你，哦，都赞了哇？问题是，一个人被洗把口，你400块来买细微，我不是说今天也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你赚不到了。可是相对于你跟我买在300块，你哪一个能够赚得多？嗯，升达科这里也不是说这里买你就赚不到，它股价在震荡，你只要买的位置，你只要买在相对低的位置还是有可能会赚，但是你能够大赚吗？你相较于我买在这个位置，我买在一字头、欸、你买在快三字头、欸、情况会一样吗？现在大家都在讲低轨卫星了，大家都在讲、啊、这个 AI bias， 这个时候我说过大家来讲，大家都来抢了，我反而不跟你们玩了，大家都不讲，现在又没人讲了，奇怪了，高八块大家都拼命抢了，988大家 好怕抢不到、哦、啊，跌到600块700块啊，没人跟说都没人买了，什么逻辑啊？那、啊、你们不要，嘿嘿，哎，我就有兴趣了，我就有兴趣了，这个就是我罗文斌的做法，你们都很清楚嘛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知道，我现在锁定的就是重电，没有人要讲重电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来锁定重电，但是重电要怎么买，什么位置买，哎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学问了。重电这么多，重电三雄啊，每一次都买吗？啊，一支贵三三呢，啊，大家都买吗？不可能啊，要买什么股票？对不对啊？难道重电除了重电三雄以外，没有其他的股票可以买了吗？啊，那也未必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又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了。
哦，所以总之就是要告诉各位，今天节目就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纵使今天又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，但是后面行情还没走完，理由我刚刚讲过了。所以你前面没赚到的，你前面没赚够，前面没赚饱的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气馁，后面还有机会。重点你要怎么做？但是你要怎么做？从你的方法，从你的方法，从你的方法很重要。我讲三次，从你的方法根本的改变。你不晓得怎么样的方法对各位会最有帮助的，随时欢迎投资朋友能够跟我们联系，不管用 LINE 也好，不管用电话也好，总之你只要提出你的问题，我都会亲自帮你解答。尤其我说过了，你想要掌握第一手资讯，不管是来自于法人，我个人的看法，甚至于我们会员操作的哈一些标的，我说我都会在这个群组里面做揭露，适度的揭露。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股市罗宾汉 LINE 官方账号的朋友，也可以多多利用加入到这个群组，你也可以掌握到一手的一个资讯。祝大家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